你有看过这么狂的宠物推车吗？细节多到说不完，家里有毛小孩的就会懂。同时满足轻巧、美观、透气、安全、耐用，还很时尚。一秒完成推车加拖车的两种模式，针对高铁、捷运、台铁三铁去设计，畅流无阻。入手一台等于推车加硬壳宠物体包，同时拥有一格的握把，触感好舒适，单手可以操作，轮轴大升级，360度无死角，转弯绕圈圈都可以。铝合金结构体，轻巧不费力，三角可执行刹车，出入斜坡超安全，收纳空间便利，外出不会手忙。搅乱，你看看，根本就是推车界的变形金刚，三仙归洞变。内藏隐形拉杆，降低离地高度，增加毛孩移动的安全感哦。提包使用 A 配硬壳侧板，防泼水表布，耐脏好清洁，下雨天也不害怕。内建双扣环，可以两只毛孩共乘，里面很舒适宽敞。哎，你们里面的视野很好哎。双层防抓网格，透气又耐磨，还友善车内空间使用哦。一比丫丫星际游侠 SGS 检验合格，通过欧盟认证，15公斤内的毛宝贝都 OK 哦。折叠收纳，厚度30公分，还可以直立储存。哎哎哎，我不讲了啦，我要带他们搭捷运出去玩了啦，拜拜。